招呼都认了，都认识。他的太难了。他跟着跟着走啊。知道。漂亮没媳妇儿？太牛了。交了还没死嘞，花钱的这条，我们咬死了才能拿。很轻很轻的，哎妈，不怕了！它不是咬喉咙吗？它不咬后背呀？是，就在这等着咱。脖子吗？它不咬喉咙底下，然后我给最快的时间把它窒息死了，然后它才是。哎，好。看看老区长姥姥吧。来，你就不看了，看看我们下一局。你咋吓我录下啊？你读呗。他不吃吗？他不吃的原因就是说他吃的不能有有他就呛了。啊，这老虎还去呛了。这个是呢啊。